接下来是怎样分享 YouTube 的那个video？比如说你看 YouTube 那边是，你看到这个 V 等于，你就 从这里开始 copy 到这边，然后去论坛那边。这个是我之前讲的，OK，so 在这里，我按这个，edit 那个我的帖，这是有东西的。然后这个是之前就讲星期天了。所以按这个 YouTube 这个东西，按这个东西，提交，然后按保存，好了，已经可以了，就是你现在按这边，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看了。嗯，就是这样的意思，谢谢。